原神 3.6 四星角色刚确定，3月7日和 3.7 又有好消息，卡维活动免费送。有关 3.6, 多位舅舅直接证实并放出了全部消息，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上半妮露草神，下半白竹甘雨，卡维在下半陪跑，也是为了更好的给大家攒石头。四星卡池上半九旗忍坎蒂斯多利，下半卡维菲希尔重云。本次四星对萌新十分友好，例如作为众门队伍中引爆器的九旗忍，菲希尔和重云也都是当前版本的热门四星。从时间上来看，3月8日开启的时间会在中考高玩家结束考试后，也就是5月24。根据之前爆料过 3.6 卡池的舅舅消息，3月8日会迎来钟离优拉流浪者阿贝多的复刻，并且四星草猫猫也会在这个版本进行登场。其实这个池子消息也是十分保真的，优拉很早就被确定3月7日了，会有高光剧情，钟离伞兵作为大世界必拿的角色，再加上爬墙不消耗体力的四星猫猫，肯定会吸引一部分萌新进来。 3.8 的开启时间为7月5日，学生玩家们将迎来自己愉快的暑假时间，这个版本也将再次复刻比较欢快的海岛地图，所以舅舅给出的上半卡池可力加万叶复刻也很合理。而至于风神温迪，前面纳西达钟离已复刻，后面又有雷神水神压箱，再加上新海在 4.0 封丹会喝汤，所以温迪新海在3月8日登场也在情理之中。顺便一提的是，3月8日还有一位到期雷四星登场，据说会是优拉的专管。至于有粉丝私信说3月6日会送原石以及卡维的消息，大概率是假的，毕竟卡维作为当前最火热的新四星， CH 肯定不会这么好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对于 3.6 减 3.8 的卡池是如何规划的呢？